哦，那你要是那个去，这是第二锅，这是一锅，一碗的，这叫什么东西？这叫什么料啊？材料？<笑>大叔都叫不出名来。我知道，做羊汤就放那个东西。对，胡椒。这一锅是几个人呢？这是一个人的，一个人的。一个人的这个水稍微少点。大叔挺忙的啊，也可以炒菜，也可以做羊汤。哎，这个摊啊，还有凉菜，还有鸡蛋汤，还有当地四水肉火烧。哎，别喝了，你看啊。汤怎么这么白呀？那是好喝呀，都不白都是好喝了。汤白好喝？那是。汤不白就不好喝呗？那是，它没材料。哦。材料少，香着香。咦，这是哪块肉？嗯，就是那个耳朵的，耳朵的。耳朵那边的。嗯。啊，再放点肚。嗯，放点肚。嗯。你们家做东西还挺全乎的啊，还做羊汤。嗯。看这个肉还挺新鲜的，嗯，这顾客要了个多少钱一份的？15的。啊，这不敢想象，这个泗水这边这个大集这个物价太接地气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，满满一碗啊。在别的地方，在饭店，这一碗少不了个30-40一碗。你上哪找20块钱？吃不着。对饭店去。你15，人家不给你做呀、啊，关键是。哎呀，他这都不给你做，你这。啊，放锅里一煮就行。你这好胖。其他东西不用放了吗？不放了，我关了。这东西没有科技混合吧？防腐剂啥的。哎。没有。没有。啊。我看你做还简单呀，那是，你都排队了，刚才做了5碗了，又做了，一共赚6碗了。哎呀，你可能在哪里你喝不能行，这大伙回家喝的。对对对，年头都喝了，年头给学生喝的，叔给学生喝的。对，他家羊汤怎么样？啊，好得很啊，我觉得他的羊汤啊很好，很好。哎。你喝了有多少年了？我喝了得好几年了吧。我到期的时候我都来买啊，我不再喝吧，我都家里给我闺女钱喝去啊。今天给孩子带的。对对对啊，只要煮羊汤就放那个送慢的袋装的东西。哎，好喝那个吧。这个有比例吗？没呢，转着上这都行嘛的。你这做羊汤跟别人学的吗？我自己造的，自己造的。你这卖方卖了多少年了？卖了20年了，一共干着都卖。有10多年了吗？嗯，做了多年了。我看着喝都是多少都是老顾客啊。那是，都来喝，说服的，你这样子都来。我看这是6碗7碗，都是15的。对，那都是15。别的地方你15就喝不着啊。我喝不了，你别你15他都给你了。太实惠了。俺是图卖别的。啊，你就带动其他东西啊？哎，没。他在河阳堂吃火烧。我看你家肉火烧老出名了。那，刚才我吃你家肉火烧，等了有30分钟。今天这人还不算多的。基本上这2个人。像别的集要是这样，人也算多的了。哎，你看他们那些人都没人。嗯。